看这个例题十，他说利用电流天平来测量空心螺旋管内的磁场的实验室，现在将电流天平及螺旋管串联。本来我们做这个实验的话呢，是用并联。并联的好处就是说，这那个螺旋管里面的电流啊，跟呢这个的电流它可以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时候会有两个呢可变电阻，但是你把它串联起来以后的话这螺旋管里面的电流它跟什么呢？跟这个呢这个电流就一样，就是这个 L 电流就一样。这时候的话 I1 跟 I2 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则所通过的电流 I 和使天平平衡的重量 M， 就是那个包期线之间的关系，之间的关系就是关系现在这个放上去的质量是大 M， 这跟什么？现在 I 跟 I2 是一样的，所以 M 跟 I 平方是成正比，所以答案应该选出来，选 A。I 平方跟 M 呢成正比，